华医院的一个心血管科医生，同时呢，他也是心血管科的神经内方面的一个专家，科普那方面的专家，这个唱歌这个科的专家。医生，这个生活里面不是都是唱歌，这样的话，其实这位医生呢，自己其实像真正的医生的病人，医生压力非常重大，都是工作，都是医学，都是知识，都是科学，那这个生活没法过，音乐。医学的高手唱起歌来呢，评价是一般，一般，很一般。如果用卡拉 OK 给他打分的话，估计也有70分左右。但是您是怎么给他打分的呢？您觉得这位外科医生的唱歌的水平，他应不应该唱歌？应不应该玩抖音啊？